我是合作金库黄玲翠。那今天很荣幸呢，可以代表合作金库来领取这个多元信托创新的五项大奖，也特别感谢主办单位还送给我们一个特别奖哦。那这一次合作金库在都更围绕创新因的部分呢，提出了续建 2.0 的一个机制。那合作金库本身呢，位居国内土建融的一个龙头银行之一。我们深知客户呢，合建的地主对于建案的一个完工哈、是最在意的。那但是目前主要的不动产的建不动产的一个信托机制呢，最主要只是能够协助物完工而已，但是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建案顺利的完成。那所以在整个续建 2.0 的一个机制下的话，我们可以提供给合建地主、建商跟消费者更多一层的一个权益保障，让整个建案可以顺利的完工，也使得未来都更的一个协商推动呢，可以更完善的一个进行。另外在建立信托的一个生态圈的部分的话，我们也扩大了异业结盟哦，那来考虑到说国人在各项消费层面相关产业的一个跨业合作，纳入将信托的一个支付物予强化，然后信托功能可以提升。那另外在信托数位化的部分呢，目前本行在信托数位化方面也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进展哦，那希望呢提供给客户更多元的服务。那总结来说的话，就是本行在信托服务上呢，希望能够提供给社会各阶层以及人生阶段各项的一个信托服务。那秉持着就是乐活自在跟永续信托的一个永续创新的一个服务宗旨。那希望呢？希望在各项的一个服务上，还有就是普惠金融的一个精神下啊，贡献善尽社会责任，那将生活与信托密切结合，同时呢提供给客户更优质更全面的一个信托服务。